今天9月28号，星期三早上的8:56，现在记者位置在大龙市场。你看看，刚刚到兰州市场，兰州市场它没有开，没有开，因为今天也是台风天，放假日一天，所以你看市场人也比较少。这个大龙市场今天它是有开的，正在这个大龙街大龙国小对面这个大龙菜市场，但是大龙菜市场的路边摊人也都比较稀少，大龙市场的路边摊，人都比较稀少，希望我们这个住在附近的居民注意，说这边，兰州市场是没有开的，大龙市场这边是有开的，兰州市场是没有开的，大龙市今天也是停班停课，国小呢也没有上课，你看这是大龙国小，所以说记住今天还是休假一天。股会是应该也是休假一天，记者燕国龙在大龙市场的报道。